宝宝别怕啊，来救你来了。妈，你去拉医院去看病去。疼得直哆嗦，你看疼得直哆嗦呀。要这帮人不养，你就好好善待他点呗，还给弄到街上。宝宝不怕啊，救你来了啊，宝宝，宝宝救你来了，坚强点啊。好了，就给你安顿一个好家了啊。你看看疼的呀，疼得直哆嗦呀，孩子。你刘丽妈妈来，让我们来救你啊。疼，他尿了，哎妈呀，疼的，疼啊！哎呀，宝宝啊，宝宝不，哎呀，宝宝病，对，好了，让行吧，走吧，那个垫子，刘丽妈妈救你去看病去啊！不，疼的，哎妈，这小可怜呐，这小可怜呐，不是他，这我还觉得。疼的皮肤病，因为他得皮肤病不给治才扔的。对，其实皮肤病好治啊，哪能就因为这点毛病你说就不给治了？哎呀，你说不善待他，你养他你就善待他了。走吧。啊，谢谢你们啊！二嫂来，我来看病。这刘毅小东是朱占金的新旧的，一个车碾伤的小狗，他身上。里面的皮都粘掉了。让抱吗？让抱，是疼笑。哦。宝宝，这儿呢。可乖了，叫什么不让？这儿呢，来。头一次。这儿呢。哎呀，好看。孩儿。孩儿。这小钱儿捻的啊，哎妈呀，那是小母狗，看看这边还有没毛了都有。对，它那块有伤，那腿脏着呢。嗯，腿胀起来是不是啊？这狗现在正在输液，先给它治疗吧。它车从肚子那压过去，然后肋骨又骨折，肚子里边损伤挺严重，现在很危险。所以说，它现在如果能挺过来，以后再选择给它治疗那个肋骨骨折的问题。现在得先保命，你尽快的止血药。